怎么办？枯竭，没有生机的感觉。好，我领悟到了。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丹飞来了，我是丹飞，欢迎来到《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这一期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时光许愿机做了一些改动。从这一期开始，往后推出的时光许愿机都不会消失，它会一直在线上。那里面的奖励物品呢？比如说，我们来看最重要的紫色月度珍藏跟限定时装，这是最重要的，纯露都是双工价1%。里面的所有的紫色珍藏，它都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到你不会错过它。如果你抽不到，你也可以用你之前抽下来所累积的重逢币把它换取下来。所以大家现在就不用担心了。时装宴也是所有的时装都会累积下来，然后逐渐累积，所以大家不用怕错过。丹飞觉得手腕还是一直有在进步啦。丹飞觉得是一个游戏，它不可能做到100%进入每一个玩家的心意，但是呢，它的优化是有在照顾大部分的玩家，不单单只是照顾到氪金玩家。而且比较起来，丹飞觉得玩手腕的玩家大家都比较热情，比较友善，比较少会互相攻击的状态，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游戏的环境，也希望大家一起支持这个游戏，也支持丹飞的频道。那丹飞在9月9号的时候在社群有发布，请大家在9月9号的晚上尽量把时装许愿机的免费抽抽掉，因为在9月10号的5点以后，就是你睡觉起来以后，它又会刷新，又多了一次免费一抽，把握机会你就可以多一个头饰，或是甚至多一套时装。如果你免费一抽入魂的话，你就赚到了一个头饰。一套时装要多一点存入。那我们这一期呢，这一期我们来抽月份头饰，而且这一期也有免费的卡片扭蛋试手器又来了。那现在又多了一条说明，他说丹飞这个角色在抽取306次可以触发甄选卡片的保底机制，是将概率提升2.5%，一直抽到甄选卡片才会恢复原始概率。但是我觉得306次有在氪金抽卡片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单飞是5克嘛，所以这个306次不知道抽到何年何月啊，可以忽略不计啊。邮币势必要生存下去，势必要收益嘛。所以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9月份的头饰。首先第一个是来不及啦，它是尾部，移动速度加5%。当你移动速度100%以后，每提升5%的移动速度，技能伤害增加1%，最多提升到10%。存入是双攻加1%。就是移动速度越快，你的技能伤害增加越多。对单飞的主要角色 ADL 来讲，好像还好。那如果有抽到单飞，可以帮大家测试。好，下一个粉嫩狐威鼻，它是幸运加12，暴击伤害加12%，金链加1到加6，每金链加1，暴击伤害加2%，最多可以提升到12%。存入奖励是生命上限加120，就是背部多了一把很可爱、很可爱的渐层兔宝宝。好，有点像鸡毛掸子的样子，兔毛掸子，这应该是喵喵的武器外观。好，下一个风中信使，在头顶有架纸飞机，它的能力是风属性攻击加10%，金链加60，风属性攻击加5%，存入是双攻加6，记起来这个有加双攻。下一个快速补给，那能力是增加 HP 跟 SP 的恢复，那存入奖励是生命上限加60，魔攻加4。下一个偷懒之眼，然后这个眼睛部分非常触鼻啊，这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想要打瞌睡，但是要装认真的时候，就要在眼睛上画一个大眼睛，表示你还在认真听课，是这意思吧？つまりそういうことね。はい、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つまりそういうことか。え、そういうことよ。那能力是生命上限加300，人形种族减伤加3%，存入奖励是生命上限加60，物攻加4。好。偷懒之眼单飞要，基本上呢，偷懒之眼应该是你会拿到的吧？那再来就是拼风中信使，存入双攻，那最好就是来不及啦，存入双攻加1%。那我们先抽卡片试手气，第一个角色卡片免费抽，1、2、3，来看看会抽到什么卡，手气如何？哦 ，A 五卡，很普通的一张卡，很便宜，11万而已。来喽，头饰扭蛋第一抽，1、2、3，哦，狐威鼻。我觉得官方要改啊，每次左边都会先跳啊。第二抽，哦，偷懒之眼。第三抽，哦，重复了，重复了，偷懒之眼，很烂。粉嫩狐威鼻加生命，
这角色就是虫虫时钟第一抽抽到时钟的那位非常令人讨厌的角色、啊、还好他没有抽到本月份的千王，因为他的机体真的没办法帮大家测试，所以我们换第二角色。好，单飞第二角色来了。首先一样，卡片一抽是手气，准备一二三。哦，红色坠落。哦，他手上拿了一个红色的宝石，是不是？好，我们来看这张卡多少钱。哇，110万，刚刚那个角色的10倍，所以这角色说明这一期会抽到好的春露，有点担心耶。先来第一抽，一二三。哦，快速补给，他抽到春露加魔冬的，夸张哎！这是魔冬角色，就抽到春露加魔冬了。再来第二抽，哦，偷懒之眼，每个角色一定要有的、啊。最后一抽，第三抽，有没有办法抽到？来不及的，准备一二三，好，重复，非常节省单飞的拍摄时间啊。偷懒之眼，每个角色我们都来看一下他的偷懒之眼长怎样，非常触鼻痒。我觉得到时候会被一直看到一大堆呈现死鱼眼的角色，好笑。好，下一脚快速补给，加生命加魔冬的，可以。好，换单飞第三角色。最令单飞害怕的唐老鸭角色来了，到底这一期它会不会降低对单飞的危害程度呢？目前唐老鸭都还蛮乖的，都还没有超过它的本分，所以希望它可以保持下去。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期的卡片可以抽到哪一张，一二三。好、哦，彩蛋狩猎卡，彩蛋狩猎，但是不代表他有狩猎到，对不对？对，还是有机会的，直接就来抽，准备第一抽。哦，偷懒之眼，既然如此，我们把他的抽取动画关掉了，反正抽到哪一个左边第一时间都跳出来了，跑那个动画根本没有意义。好，第二抽，偷懒之眼，哦，超快的，连左边都来不及看。第三抽，好、哦，快速补给，这一期很弱哎。哦，起码他是抽到纯露加物攻的，可以。哎、欸，我把它换这个眼睛好不好？偷懒之眼，可以啊，换这个眼睛啊。那快速补给加生命加魔攻、哦，这一期他加了双攻，我们来帮他换一下他的眼睛。太好了，以后他就是这个木工呆滞的唐老鸭，太棒，非常符合他。从这一期开始，他对单飞的危害程度迅速的降低。恐怖的是接下来这个。第四个角色来了，单飞最怕的就是他了。这个熊本熊套装的角色有点恐怖，在后期这个熊本熊角色渐渐的压迫到单飞的主要角色，对单飞的压迫有超越唐老鸭这个角色。单飞找到一个方式，就是把他切换到我们的女武神啊。自从他切换到女武神以后，他的抽奖几率超级烂的。这一期单飞再一次验证给你看，先来卡片免费一抽，就可以知道他有多烂。哦，美食姐，你看这重复不知道几百次的卡片有没有？所以这一期它的效果一定很烂。然后单飞主要角色就来了，让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抽掉以后，最强的、最棒的、几率最好的千王就留给单飞主要角色。来喽，一抽，好，偷懒之眼，好，忘记关掉。第二抽，哦，纸飞机，这加双通的给他抽走了。不行哦，你没有这么好哦，你只能往下走哦。第三抽。好，有点恐怖，竟然没有重复的。在现在头饰改成只有5个以后，你要三抽里面抽到不重复的，真的是，这几率真的是很难啊。好，快速补给，加生命加魔攻。哇，他抽到双攻的，风中信使双攻加6，这又是加5攻的，所以他这个角色今天这一期存入双攻加10哎。哇，是因为系统知道这角色是女武神吃双攻吗？有这么好吗？不管了，这一期单飞都要把你们脸改成涣散的样子，让你们知道你们只是单飞角色里面的小弟啊！不准给我唱秋，好，非常好，在每个角色都改成这样子以后，单飞瞬间觉得他们很顺眼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角色看起来就是很顺眼啊？好笑了，怎么有点像另外一个游戏啊？像那个动物森友会是不是？怎么越看越像动物森友会里面的角色啊？好笑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是单飞主要角色了。这一期单飞应该会抽到一趴了吧？每期单飞抽最开心的就是自己的角色，又有办法可以增加存入、增加伤害、增加自己的机体。虽然还是很脆，但起码还是有一步一步在增强。
好，单飞来了，单飞主要角色要来开抽了。首先，卡片一抽四手气，到底会抽到什么吉利的卡片呢？哇，石头玻璃卡，这感觉前途有点艰辛啊！我们把它当塔罗牌来看呢，怎么办？枯竭，没有生机的感觉。好，我领悟到了。你看这个可爱的石头玻璃，它正在吃东西，然后它脸上是有腮红的，表示它现在是开心的。有没有？两个无辜大眼睛吃着东西，所以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下它是开心的。所以呢，今天的结果应该也是会让单飞开心，信不信？好，单飞这个偷懒之眼呢，感觉特别搞笑啊！动身之友会又来一个，你们先免费抽，准备一二三。哦，快速补给，不行，这加魔攻的。第二抽，哦，粉嫩狐威比倒数第二，但是这加生命而已。到底第三抽，能不能抽到你的千王呢？准备一二三，重复了，不行啊，这一期怎么样都要抽到一个纯入加物攻的、啊。好，单飞来换一下。好，再给你三抽机会，准备第四抽。终于有纯入加物攻的，这个没有这么难抽吧？还要抽吗？把它抽完好了。第五抽，天哪！第六抽，他的意思是说，你这么想要物攻，我就给你三入攻啊。真是浪费我的券。觉得单飞主要角色也要换上偷懒之眼的，帮单飞这一支影片按赞，只要按赞超过50个。单飞就把主要角色也换上这一支偷懒之眼，但是如果没有超过，单飞还是维持原来的哦。就其他小弟换上这个眼睛，自然显得出单飞的角色这么优越，这么深受单飞的喜爱。那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观众也要跟单飞一样一起喜爱这角色，因为呢，单飞会觉得是跟大家一起培养这些角色，不是单单只有单飞一个人对这些角色投入心血。在座看单飞影片的各位，也是让单飞继续玩这些角色的一个动力。所以在座各位记得每支影片按赞，让这些角色感受到你们的关爱。纯入加生命加武功，再来粉嫩狐威比，很可爱的一个武器外观啊。那纯入是生命加120，能力是幸运加12，暴击伤害加12%，经典加1到加60，每经典加1，暴击伤害加2%。现在看了以后觉得在弓箭手流派里面狙击力好像可以用这个背饰欸。这里面可以切换职业吗？不行，出去换一下。好，单飞切换到狙击猎的角色。那目前单飞狙击猎的背部是用爱神玻璃弓，因为它可以增加单飞的攻击距离。如果单飞把它进阶到加6，再拿来测试伤害的话，伤害应该可以增加的蛮多的。好，那下一期单飞帮大家测试一下这个粉嫩狐威比对狙击猎这个角色可以增加多少伤害。但是呢，首先又要把它经验到加6了，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啊。那如果单飞后期没有推出这个测试影片的话，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就这背是被单飞冲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测试给大家看。再来是快速补给。生命上限加60，魔攻加4。关于之后的凯钻的扭蛋头饰呢，单飞目前累积了150枚，再加上这边的烈火之力，里面也可以兑换到扭蛋币，势必比之前的虫虫联名活动可以抽扭蛋的次数更多，所以请大家锁定单飞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每次单飞用心制作影片的通知。欢迎大家留言单飞，我们下一期见，大家拜拜。구독과좋아요꼭눌러주세요